今日我的 performance 是同學友剛合唱我的新歌《日出時陽雞燈安睡》我覺得這件事很夢幻、很開心、很感動、很榮幸、第一次同學友哥去、合唱站在個台上面是很難得的所以我都少少緊張但是又很想去用心去唱好去做好這個 performance要好好珍惜，因為不知道有沒有第二次。你隻歌都叫做兩個一齊合作噶嘛？點解會擔心沒有第二次呢因為其實學友哥係好少出嚟同大家見面啊，咁佢比較少表演啊，其他工作都少，所以我當初可以請到佢同我合唱，已經覺得係哇，真係好難得啦。跟住佢又應承埋拍 MV， 哇，真係～覺得哇，真係太多謝佢。跟住又收到好消息，話可以一起喺今呢個舞台一起唱 live。咁我覺得已經係好 lucky， 好 lucky， 已經唔敢再奢求更多嘅嘢。咁所以我就要好珍惜今次呢個表演咯。除咗合作之外，隻歌個成績其實都好好嘅，你自己知唔知咧？我見到喺網上嘅成績都幾好，都係有熱門頭幾名咁，好開心啊！因為都即係我覺得呢個合作係好難得啦，咁啊都真係要好多謝學友哥嘅，因為一定係即係好大嘅部分係因為佢好耐冇出嚟啦，冇唱歌，咁佢嘅 fans 都好支持呢首歌，都好開心，咁我都多謝我啲 fans， 係啊，咁同埋因為個 MV 我自己又覺得拍得好感人，同埋拍得好俾心機拍啊，咁所以大家中意係咁 loop 我就覺得係好多謝，好開心咯。